老板，大伙儿，你让让啊！老板，你认识这个人？不认识。谢谢啊。老板，先拿个道吉啊。郭勋，你怎么在这呀？为什么联系不到你？你谁呀？我是你老婆呀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你认错人了吧？赶紧把火给我！我不可能认错，你给我回家。干啥呢？拿个打火机这么磨叽？哟，大哥，这是你在外面欠的风流债啊！老子的女人多的是，咱也不知道她是哪个女人，说不定她肚子里孩子的爹啊，早他妈死了！你出来碰瓷了吧你啊！你过分了！你他妈有病吧？老子说你认错人了，你他妈听不懂啊？我没有认错，你今年28岁，胸口有块胎记。